要点一下就可以了，灯光会逐渐进行熄灭。在切换灯光的时候，需要磁铁停留一段时间，等待灯光闪烁一下，再拿开磁铁，这个时候才是灯光切换好的状态。铁窗的灯和大半的太阳炉的安装也会有问题，需要把卡榫剪掉，用胶水进行固定，并且大半的透明件效果挺差的，灯光基本上没有办法透出来。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大半零零扣的太阳炉整体的固定效果也会比较松，虽然胸部下段也有固定位点，但是这个部分的精度也不是特别好，所以太阳炉也是需要蓝钉胶进行固定。手臂部分，本款模型合金骨架出现的问题就是在肩膀的把持力度不是特别够用，这个部分的泡沫件、敞泡沫件正常有一定的阻力感，但是紧实程度并不是特别好。这个问题铁窗的微博里也是进行了回应，会在大货进行修改。那么在此之前先来看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，这个部分安装会比较流畅，但是在活动的过程中紧实程度并不是特别好，单手安装知音剑盾也会布局。那么手持知音剑舞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，一旦是安装了组合大件，这个部分的关节就会明显的不够用，并且这也算是零零 Q 的极限测试角度，本身大件比较长，握持的又是根部，这个部分承受的重量也会比较重，对于手臂的关节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。当前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塞纸增加摩擦力，效果会比较显著，而且这个状态主体的稳定性也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比较可以的。手肘这个部分也一样，后续能够再紧实一些就可以了，上臂关节也不会松脱，这个部分也会更加的紧实。自行甲依旧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，大半这个稳定性非常松，不知道腕带是啥样的。那么剩下的部分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问题，最多也就是脚掌飞扣会比较松，这个属于是腕带设计的问题，后续铁创也会针对于这个部分做一些更改。其他的关节紧实程度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综合来说，本款铁创的 00Q 合金骨架算是保持了铁创目前的制作水准，着度会好一些。另外就是更改了原本有问题的关节，实现了更稳定的状态。针对于当前平台件的问题，就看大货如何进行更改，各位可以先参考一下，留个心眼。关于 CG 剑盾以及 Q 核心的外甲和铁创适配大半的修饰建议，我呢就直接放在了后面几集的视频里，各位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性的参考。同时我这里还想提一个小建议，如果后续有考虑的话，背包机械臂看看能不能也给个增强零件，这个部分的问题确实也是存在的。那么本期的 CG 我们分享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